只要君上还活着，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大朝君上要是这么好杀的话，那我们早就把他干掉了。必须杀掉君上。 上将军，神境捞不到，陛下真的不让你回天启吗？这苦缘还这么大，不知何时才能捞到神境。我可以帮你捞到芳华境。 你愿意帮我？是交换。我有一个条件，我帮你捞芳华境，你让我们轮流做工，可以吗？我不干！他们把我们害成这样，你居然还要帮他们！楚爷，听公主把话说完。你还不明白吗？ 大朝的君上根本就没有想过放过我们，害人督军，兴修运河，分明是不灭叶北山，绝不罢休。只要君上还活着，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我就去跟他们拼了！楚烨，你冷静一点。大朝君上要是这么好杀的话，那我们早就把他干掉了。必须杀掉君上，在我们的族人被累死、饿死、疾病折磨死之前。林公主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想要离开叶北。 就必须帮界竹鹰捞到芳华境，我们一路跟着他去天启，找机会刺杀君上。好，杀了他。我最后悔的是，就是没能在叶北的时候杀了他。我也去。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兄弟。一旦走漏风声，所有人都得死。 能做到吗？能。见造法台需要人手，如果让族人们知道我们是帮朝军捞镜子，不很担心？那也不能说，就让他们冲我来好了。女儿要走上另外一条路。 但女儿没有忘记阿爹的话，这同样是为了让叶北人。